哎，你好，我是牛奶爸。昨天呢，遇到一个朋友，他问我一个问题，就是在购物车啊，他目前在卖商品的时候，有一个设定很难达成，所以导致他有客户下单的时候，他都必须再打电话跟客户确认哦。他这个需求是这样子，譬如说这个50公分这个产品跟100公分这个产品，这两项产品呢，如果他购买超过两样以上，他们就给予扣掉这个运费的部分哦，就免运费。可是呢，其他产品呢，不管他买几项哦，买几样数量不管多少，都还是要付运费。那有一个折中的方式是可以这样做哦，在 WooCommerce 里面啊，我就去做一个设定。那譬如说这两个50公分跟100公分，我们先来试一下哦。我如果商品加一的话，现在就两件了哈，只要是两件以上呢，它就会有50块的折扣。所以我按一下更新购物车。好，这边就会自动跳出50块的折扣，所以它变成100块的东西变成50块，然后它买了两件嘛，所以总价还是100块。好，那其他这两项呢，我们也把它各加一哦，全部都买两项哦，然后更新一下购物车来看一下结果。好，那你看到我们在后台有设定，只有50公分跟100公分这两项产品哦，超过两件以上呢会折扣50块，但是呢其他商品哦超过两件。会维持原本的价格，会维持原本的价格，所以它还是200块。所以这样子来做设定的话呢，它就可以达成它要的目的，就是你指定性的商品超过两件以上呢，是可以设定固定折扣的，但是其他商品呢，没有去指定它折扣的话呢，它还是维持原本的价格。所以就算这两个商品它还是有运费的结算，但是呢他已经事先在这个商品本身价格已经把钱扣下来了，所以即使再加上运费呢，也等于优惠给他，没有运费的意思。这是一种比较折中性的做法，因为如果在后台去设定他要的那个目的啊，让这个商品超过两项以上就免运费，然后其他商品呢还是不管几项还是要运费，那这个在一张订单里面是做不出来这种设定的，所以我们利用一些外挂的功能呢，把它做成这样子折中的方法，就可以达成它要的结果。